你好，我是金公公，这里有空房出来的，三楼出来的，阳光很丰富，有阳台，今天进了阳光，然后这里一个路很安静、安全、安静的一个十字路口，有房子的，这个房子比较新的，进去是这样的，价格多少呢？月租金93,500，很便宜吧？管理费5,000块，主要是中介费免费呀，中介费免费，还有敷利金也是免费，然后礼金有的一个月的那个13,500要，三楼呀，所以这个比较井盖也好，阳盖也好，空气也都很好，就物业管理公司也挺好的管理公司，然后这里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一个。钥匙换钥匙费用1万左右有的，还有一个，火子保险也有，那个差不多1万左右吧。然后一个退房清洁费有的，一个你，会你退房的时候，对那个是比如就是3万左右有，然后另外费用是你跟他们的随便谈的，谈就这。有些你不要就不要，要就要，就这样的。比较初期的初期入学入住的时候费用比较近，然后入住什么时候入住知道吗？下个星期啊，下个星期可以入住。你再看一下，很安静的，还很干净，比较很珍贵的这种房子。三楼呀，三楼是你下来的，看着景观的也很好，主要是那位置在哪里啊？那看到了吗？这么漂亮的景观，看到这么漂亮的位置是一个哪个也可以知道吗？哪个也可以，哪个一站，哪个也可以到了？走路10分钟左右到的，走路10分钟。那你有自行车的话，更加快一点的。喜欢都市的人，我就绝对推荐这个房子。还有很安全，有社恐，有防盗的，有的很安全呀。这个管理公司你们也知道的，很珍贵的，很好的管理公司。房型是这样的，房型是这样。还有一个这个一个上面有一个 loft 小 mini 复式睡觉房子有的，一共17号的一个总共一共17号的房子。然后你看一下吧，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有的。房子看着房子挺干净呢，还有这么多阳光进来，还有那一个桌子也有，然后一个就沙发，还有果罩，电气果罩也的，哇，这个电子马桶有呢，电子马桶挺好的，电子马桶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位置看一下吧。哦，这个你看这复式 mini 复式的复式 mini 复式，位置看到这个是直线呀，430。